2016年2月13号，今天带了团员来到峨眉山，相关大佛寺，相关大佛一行17位来到峨眉山的金顶了，阳光普照，欢迎所有17位的信众，真的非常不容易。素包子青菜馅儿的，青菜馅儿的。好喘，现在海拔3000。旁边还有积雪，看一下风景，真的是不错。